房车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这就是我们的停车场。停车场的收费情况，这就是多伦多大学的附属医院，进门有消毒水，还有口罩。Blue line. OK. Make a left, make a right. Take the second set of elevators up to 16. 我们要随着这条蓝线一直走到头，然后往左拐到16楼去。里面有志愿者，现在要带着我们去。OK. This one, anyone, right? 我们现在走到了登机处，登机处要七点上班。这里是等待室，现在是6:49。刚才我跟老伴儿就在这等了，他就要去受二茬罪了。昨天折腾一个晚上，好嘞，希望这次一切顺利。我们约定时间是7:30，结果8:07才叫我们进来。大医院就这么任性，晚了半个小时，小医院都非常按时。现在老伴儿在这里已经挂上吊瓶了。主治医生的助手啊，给我们介绍了各种情况，所以8:45呢就带到手术室去了，大概要进行1.5小时，然后我再观察1个小时，大概11:00如果能够结束。终于完成了，比预期了晚了2.5小时，大家都知道等待的心情，希望尽快结束，晚一分钟都会往不好的方向想。现在终于出来了，还不错。好了，等一下大夫再给解释一下。好，现在换换衣服，等一下见。给老伴做手术的是个年轻的大夫，45岁，看起来很年轻。经验很丰富。对他来说，这也是一个挑战。在医院里所有的费用呢，都不要我们负担。好，谢谢大家关心。谢谢大家关注，再见。